日本对外宣告正在研制电磁轨道炮。对于电磁轨道炮的研制，日本已不是第一家。那么什么是电磁炮？它与常规火炮的区别是什么？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未来战争将会应用到哪些方面？军事科技为您解密未来高科技武器电磁炮，即将播出。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览世界军事风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2018年8月2号，日本防卫省陆上装备研究所发布了一个有关日本近些年来诸多最新科研成果的宣传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电磁炮装置。电磁炮凭借速度快、射程远、精度高等特点，被称为革命性的武器。2012年，美国就曾经成功试射电磁炮，当时呢，有关这种新型武器的讨论甚嚣尘上。人们纷纷猜测，这种电能武器一旦装备，将开启兵器历史的新纪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投入使用。那么，这种新型装备究竟何时才能进入实战？这种革命性的武器和传统的火炮相比，又具有哪些优势呢？近日，日本防卫省陆上装备研究所首次公开视频宣传片，正式对外宣告其正在研制的电磁导轨炮装置。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整套试验装置体积虽小，但五脏俱全，包括直线电磁推进加速器、功率转化器、脉冲式储能装置、电力分配控制等子系统。尽管日本防卫省变相地称为电磁加速系统，但从设计来看，这正是电磁炮的技术试验原型机。其实，电磁炮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在2009年的电影《变形金刚二》中。影片中，美军的众多现役武器和机器人的一次次较量，让军迷们大呼过瘾。而其中一款神秘舰炮超远距离击中机器人的场景，更是掀起了影片高潮。而这款武器在影片中被称为电磁轨道炮。One hopes a prototype weapon called a rail gun. That's classified. You tell them to ready that weapon. Contact destroyer, USS Kidd.Kill track 5205. Target acquired. Killing track 2-1-5.实际上，他的对他的研究追溯来看呢，可以一直到1845年。当时有人呢，就是已经研究出类似现在这种电磁炮的装置，可以把一个金属棒抛射到20米的距离。那么后来呢，真正提出来电磁炮这个概念呢，是在1901年啊，是挪威的奥斯陆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当时呢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把500克的这种弹丸呢，可以加速到每秒钟50米。后来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特别二战当中呢，德国人也有研究，把10克的弹丸已经可以加速到1200米每秒，这个速度已经相当惊人了。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呢，实际上军事需求上已经没有过多的需求。此后呢，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各国呢开始纷纷的关注电磁炮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传统的火炮它的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啊，再提升空间呢，实际上它的费效比并不高，所以大家呢纷纷把精力呢又投入到这种新概念武器。先进的电磁炮尽管科幻，但它的威力却不容置疑。随着现实中电磁炮试验过程的一步步的披露，
电影中的科幻武器距离现实似乎也越来越近。一般呢，我们按照它的分类呢，从它表现形式上来看呢，有电磁轨道炮啊，有线圈炮，还有电热炮啊、冲击炮等等啊。从目前发展的技术水平来看呢，比较成熟的，实际上呢是这种电磁轨道炮啊，也有人呢把它称为导轨电磁炮啊。实际上呢就是，正式的称呼呢应该是导轨电磁炮。通常电流呢会顺着这个导轨的一侧开始呢通电，之后呢它会经流中间的电枢，啊，然后呢再到另一侧。那么到达另一侧以后呢，也就是在导轨的另一端呢，它通常是采取反向这种流动，从而呢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时候呢，由于强大的电流通过了两个导轨和中间电枢，那么从而呢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电磁推力。这个力量呢就可以足够的推动电枢，或者是呢我们叫弹托。如果在弹托前面再放上一个弹丸，就可以把弹丸呢进行高速的加速，最后呢把它发射出去啊，这就是它基本的一个发射原理。可以说，电磁炮并不是依靠战斗部的装药来摧毁目标，而是凭借强大的动能打击实现远程击穿的效果。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在炮口动能、射程和精确打击能力等一系列作战指标要求上，电磁炮更是大幅度的刷新着存在了近百年的记录。那么，电磁炮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与常规火炮相比，它的优点是对于弹丸作用时间长，因此炮口动能大。根据相关资料，美军最新研制的电磁炮炮口动能为33兆焦，目标为64兆焦。相比较之下，采用高能发射药的美国 MK45 型127毫米火炮，其炮口动能只有10兆焦，相当于电磁炮的1/6。那我们说1兆焦。如果比喻的话，相当于一个1吨重的小汽车啊，在高速公路上呢，以160迈的速度，啊，如果这个速度呢来撞击目标的话，我们想想这个动能是相当大的。但是呢，电磁导轨炮呢，通过目前的试验，已经炮口的动能达到了33兆焦。那么如果比喻起来呢，可以比喻成一个33吨重的这样一个卡车，以160迈的速度来撞击目标，所以它的能量和威力是相当大的。一辆 Polo 轿车的重量是1092公斤，那么以1兆焦耳的炮口动能打出的炮弹，就相当于一辆 Polo 轿车以160公里的时速撞击一个目标。33兆焦即以这样的能量再放大33倍，可以想象毁伤效果惊人。普通的炮呢，我们说一般呢就是在10几兆焦，最大呢不会超过20兆焦。所以它与我们这种电磁导轨炮相比呢，还是要差，将近1到2倍。然而，无论是33兆焦还是64兆焦，这都是测试时的保守数据，实际安装到平台上的版本威力只会更强。而关于电磁炮的另外一个描述就是它的射速，美军宣布的最新试验数据是7倍音速。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子弹呢，它的飞行速度大约呢在每秒钟，也就是700到800米，而一般的炮弹呢，它的飞行速度呢，就是初速呢，通常在，800到900米啊，大致在这个范围。当然，有的炮弹呢，它有特殊的需要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坦克所装的这种，稳定脱壳的这种穿甲弹，由于呢，它要击毁对方的防护装甲，所以它的初速要求更高，通常可以达到每秒钟呢，就是1500米。但是它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种电磁导轨炮相比呢，那差的还比较多。那么它的速度呢，炮口通常初速呢要达到每秒的3000米以上。3000米每秒相当于7到8马赫的速度，所以有媒体惊呼，面对7倍音速的炮弹，钢铁就像豆腐。所以炮弹里根本不用装炸药，光靠动能就有破坏掉100公里外的3堵混凝土墙或者8厘米厚钢板的能力。
如果说炮口动能和射速是电磁炮威力惊人的两个重要表现，那么它的射程就是它更加配得上革命性武器的称谓了。美军电磁炮最新试验数据中的射程是200公里，而美军预期的电磁炑的最终射程将达到400到500公里。目前世界各国军舰上的主力火炮系统是口径为127毫米和130毫米的舰炮。我们都知道它的初速越高肯定是射程越远。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普通的火炮呢，你像典型的我们舰炮来看的话，无论是美国的这个或者西方标准的这种127毫米的主炮，它通常的最大射击距离呢可以超过22到23公里。而电磁轨道炮呢，与它相比，由于它的初速比较高，所以通常呢它的射程呢更大，一般来讲呢超过100公里都是比较低的啊。从现在的试验来看呢，可以达到180到200公里。电磁炮的射程超过300公里，普通舰炮的射程大多不过20公里，且精度差。巡航导弹射程虽然超过了300公里，但其造价高昂，一艘战舰携带不超过70枚，而且无法完成在海上的装卸，补充时还必须返回港口，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电磁炮则以射程远、成本低、运输以及补充电力等多项优势而被各国寄予厚望。曾经有美国海军官员宣称绝不能让美国海军错过这种武器，并声称电磁炮可以把炮弹发射到500公里外，到达5米的精度摧毁一切目标。电磁炮真的能打得如此精准吗？基于电磁炮的射速，这样的射击精度并非异想。这个精度呢，我们可以考虑在同样的距离，由于它的射速呢，它的弹丸初速、飞行初速比较高，所以呢，它的弹丸在飞行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啊，飞行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它命中目标呢，受外界条件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通常来讲，命中目标呢，精度比较高。我们都知道，命中目标呢，精度提高1倍，啊，它的破坏威力要提高4倍，啊，所以它的威力呢是比较大的。日本对外宣告正在研制电磁轨道炮。对于电磁轨道炮的研制，日本已不是第一家。那么什么是电磁炮？它与常规火炮的区别是什么？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未来战争将会应用到哪些方面？军事科技为您解密未来高科技武器电磁炮，正在播出。可以想象，拥有如此能量的电磁炮，如果投入实战，作为新型的进攻武器，它所带来的战场攻防力量对比的确是颠覆性的。不过电磁炮虽然优点众多，但同样呢，它的技术难点也不少。美国就曾经想在最新驱逐舰上搭载电磁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搭载了常规舰炮。那么电磁炮的研制究竟还有哪些瓶颈没有突破？一旦研制成功，它又将被应用于哪些作战平台呢？电磁炮是一种超远程武器，利用电磁动能而非化学推进剂发射炮弹，这就使得电磁炮需要高能量密度、大储能、能够快速充电的高功能脉冲电源及其开关控制系统，这是电磁炮技术的基础，要求载体的供电量能够达到兆瓦级，以支持电磁炮的使用，特别是能够迅速的再次充电，以提高电磁炮的持续射速。这种能源呢，我们要求呢，就像我们平时使用手机的电池一样，它的尺寸要小，但是呢，它储能呢要很高，这样呢，我们可以长时间使用。同样呢，电磁导轨炮也好，电磁炮也好，它的能源部分呢，我们要求呢是一个高脉冲的一个电源，
但是呢，尺寸不能太大。像现在呢，我们的这种储能装置呢，就是体积过大，那个这个平台呢显得过于臃肿。所以呢，未来要求在能源这一块呢，尺寸尽量要小，能量的密度要高，这样使用起来呢，持续时间更好。第二个致命问题就是导轨和各种电子元器件。由于电磁炮的电流巨大，达到兆瓦级，所以产生的热力、电磁力是非常大的。例如电流工作的时候，瞬时热流对于轨体的冲击，非常容易造成轨体本身的烧蚀。这就要求各种部件能否承受电磁炮高速发射时高过载的考验。那么为了提高这种精度呢，通常人们会想到能不能在它的弹丸上加装一个制导的装置啊，或者呢为了提高它的破坏威力再加装一个战斗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呢，实际试验当中呢，我们发现一般的炮弹，比如说像这种炮射的制导炮弹啊，它的命中精度很高，但是这些元器件啊，在发射的一瞬间，它要承担很大的过载啊。比如像美国这种亚瑟王火炮，它所使用的这种制导炮弹呢，它的炮口在发射的瞬间呢，所承载的这种高负载呢，大约是1500个G，我们感到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的电磁导轨炮如果真正的把这种元器件装上去，它需要承载的呢，大约在45000个G，应该说提高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提高的非常大。那么目前呢，能够承受这样高过载的元器件还没有研制成功。尽管电磁炮有着些许问题，但电磁炮对未来战场攻防局面的改变，对世界各国都有着无比的诱惑力。电磁炮以它独特的发射方式，在高初速、远射程和快速打击等方面，显示出了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承担海上火力支援、陆上远程火力压制、反坦克和打击临近空间作战平台等使命任务。电磁炮作为发展中的高技术兵器，被世界各国军队所相中，它的应用范围涉及到海陆空三军。未来呢，如果这型火炮呢解决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关键技术的话，相信呢它在未来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我们也看到了网上一些图片，装在了这个舰艇上，主要是舰艇呢它的空间足够大，另外考虑呢就是为它提供电能啊，也有充足的能源啊，它就不像坦克呀、车载呀或者飞机啊，能源相对呢要求呢比较高一点啊，这个上面的能源相对多一点。那么一旦装在军舰上呢，像我们传统的军舰这种发射炮弹也好、发射导弹也好、发射鱼雷也好，可以全部用这个装置来替代。那么这样呢，军舰在整个的无论是对陆攻击、还是对海攻击、还是防空反导、还是反潜作战，都具备这个很好的这个发射的条件。电磁炮在发射时只发射弹丸，不需要火药和炮弹壳，减少了成本。除了更强更快，电磁炮的另一优点是节省弹药给船舶带来的空间与重量，也避免殉爆的危险。按照最初的计划，美国最早是想在 DDG-1000 隐身驱逐舰上安装两门电磁炮，用于加强从海上向陆地提供超视距火力支援能力。然而直到2016年10月， DDG 首舰服役，电磁炮仍然没能上舰，反而使用的是垂直舰炮系统。尽管如此，此次公布的视频也显示日本人正在积极地研制这种革命性的新概念武器。那么电磁炮距离实战究竟还有多远呢？此前，世界上有两个国家走在电磁炮打击武器的前沿，分别是英国的军火制造商 BAE 系统公司和美国的公司。目前看来，日本的电磁炮技术也已经悄悄地挤进到这一行列。那么日本这次呢，公布了它的资料，我们发现呢，这种先进的电磁导轨炮呢，作为一种新概念炮呢，它也在研究，说明呢，它的海军战略呢，实际上还是以进攻为主的。2018年7月30日，日本最新一代驱逐舰摩耶级首舰摩耶号下水。据日本防务省规划，未来将在摩耶级驱逐舰上试验电磁轨道炮，
和近防型固态激光发射器。因为这种武器呢，它实际上是不是用于防卫的，进攻呢效果可能更好，比如说像对陆支援，比如说呢像对陆攻击等等。实际上在它的设想当中呢，它在最新的像摩耶级的这个驱逐舰上也构想了未来要使用这种电磁导轨炮上舰，但毕竟还没有发展到那种能够定型装备以及乃至呢在实战当中运用。这个与前面我们谈到的还有很多关键技术没有突破，如果把这个半成品装到这种新型舰上，实际上对舰艇的整体作战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制约。由于电磁炮较常规武器享有很多重大优势，世界各国始终在不断地推进电磁炮的试验，数据一再刷新。不过依照美日的研制进程，电磁炮要成为一款成熟的武器，显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武器，电磁炮一旦研制成功，将凭借超高的射速、超远的射程和超强的打击能力，对未来武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甚至有可能终结传统的火炮时代。但从目前来看，电磁炮的研制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距离它进入实战仍将有一段路要走。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欢迎登录中国军事网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央视军事科技微信公众平台。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据美国媒体报道，2018年7月26日，两架 F-117 从美国托诺帕机场起飞，执行测试任务。作为世界上第一款参加过实战的隐身战机，F-117 夜鹰从研制到退役都披着神秘的面纱。那么 F-117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战机？为什么在退役十年后美军又再次重启试飞？军事科技为您详解 F-117 夜鹰重启试飞玄机何在。